What?野区遇到了，飘的在草里看着小天，要加 EQ 了吗？还会准备交。这边蓝博士先靠了过来，这波有机会啊，遇上了，哎、一个一贴过去了，先把别人逼走，要控这个河蟹，河蟹控了下来，那是红温。小天这边也没有太好的机会能留人了吧，还要追，柱子好了，顶一下，哎呀，但上还是有点勉强吧。哎，但是 W 拉到了 Lice 这边没有被拽过来。于黑这边再给一个一技能，贡子哥这边中了个一，赶紧往后拉。两边突然前面皇子加兰博这个大维多斯顶不住啊。是的，而且维多斯没有六，哎，这不要开维多斯一闪吗？哎，你没有选择交闪，被反打一套，宝石被打了一套，但是皇子就在附近，要闪现躲吗？哎，闪现没躲，特别挑了起来，现在交闪现，剑魔交 T 了，看一下兰博也是交 TP 过来劝退，两边的上单互换 TP。方大这个队就是前期我能让绝对不去。想这茬的，哎，最后看一能不能中，中吗？哎，要被打闪现了，女枪也靠过来了。先打一个被动出来，哎，还挺稳，大招配合被动的一刀。但是皮娜的好像动作又开始找这个 UK 的麻烦。哦哟，这个小布莱手还可以撞掉啊！只有一个布隆的话，小天也赶过来。两个大哥好像守不住啊！这两个人没有 A O E 啊，守不了塔。直接开大，直接交闪现。刘金龙没有闪现了，一个 W 还是进了。光泽大里面，刘星都敢要掰自己了。MF 拿到这个一血，哇，感觉老玩家是可以，哦，方木拉是可以直接过来打的。有破败这个维鲁斯，这不是抓到 Lice 有闪现的，但是这个位置很尴尬。小天有闪现可以追啊，那 Lice 还是留着闪现的时候，省个闪吧，我觉得要交闪吗？闪现还是被啃死。哎呀，他鬼马其实如果他能找一个好位置站远处放大也是可以的，对，这不要看阿卡丽的进场位置，哎，这个先被开了。这里的话，皮娜赶紧往后拉，巨魔柱子一顶，现在想要先 run 先锋，沙皇这个几个沙兵往这一，哦哟，动作直接开大招保护了，动作自保的，是的，防一手，先锋直接丢了，想中路，哎，这抓到了皮娜的，要打一个，皮娜的这里有危险吗？断掉，打断了，断掉了，交闪现能跑不？跑不掉，感觉交了个秒秒，近身的这里很危险啊，这里赶紧掩护一下，鱼可以进场，还有个大招了一下，放大，哦，皮娜这边直接被融化了，贡子哥的跟鱼给单挑，这一刀回的好多的血。啊，小天这边断后，贡子哥这边扫了一下，这个大直接扫的很有效果，都是残血，但是没死。不过这个龙应该是可以拿下了，真不了了，这三条龙一拿下来，打野，老王家没有打野，很怕被接牌啊。这边是有点怕，哎，要决定要先开，给大宝石还有大招的，宝石大招能落，还可以落下 来。但是 Yuki 没吃到大招 ，Yuki 被挂了个虚弱，龙是谁的？五百血，三个血，二十三。23滴血，我的天哪！这边维鲁斯也是把那个鱼 K 给杀掉了，鱼 K 没有大招这个阿卡丽，然后赶紧把龙打了就溜算了。哎，这波主要是大招没给阿卡丽套到，对，看一下就回放。这时候其实没必要，阿卡丽没有吃到这个大呀，再想杀人了，就是大招一开，龙一 run， 赶紧溜，兄弟们！哎呦，这一下，宝石刚好用了一个 Q 没出来，哇，23滴血真的是太苦了，哥。就稍微有一个人有一点拉扯没拉扯好，这肯定崩了。哎 ，Yuki 这波是被抓到 ，Yuki 没有闪现，但是有大招，大招没交出来吗？直接被秒了。Dunbi 这边被晕了一下，蓝波打的 ，Dunbi 被秒了，直接被 MF 融了。正面 P 到侧翼被打了一套，剑魔也倒地。这波的话，老玩家打的还不错，是杀掉了方大的一个中上。对，刚刚 Vayne 是不在的 ，P 乱的宝石是没大的，要注意啊！宝石这边被维鲁斯吸了一下，就是开启一个盾牌，顶得很凶，但是最后还是被 MF 给扫死了。后排的输出够不够？李伟强这边在继续的 A， 莱斯这边被逼退，神经刀选手。小天这边被挑了起来，宝石这边小天没有闪现的，但是大招吸了一下过来，这边还是人数多的两个鱼克这边，其实我觉得配合好阿卡丽第一次进去连侠阵都不用用了，哎，
小天，哎，没晕到，躲一下被阿卡丽吸了一下。小天那边直接给大招，毫不含糊，也哎直接进去了。这鱼可以胆子好大，那把大招试一下吧。嗯，董子哥在这边找到机会了，双排被拉到了，直接交闪现。我们要打了，要硬碰硬了。他两边这个站位，一个加速顶过来，方布拉斯位置更好，保持这个位置要被秒完了。哇，保持的大招，女枪是不在的，这个龙要被 rush， 要看 PR 能不能抢掉了。来开个皇冠顶过去，皮娜是不想的，要不要拼惩戒吗？好像方布拉斯不打他拼，不要拼，很稳。其实不拼的话，对方布拉斯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这边想留宝石 ，Yuki 大招直接盖了，宝石大招下来，蓝波大招挡的还不错，刘俊东跟小天两个扛在最前面。这里的话，但哎。Yuki 直接被中上两位兄给逮住了，这边想换一个看这个近身，狗子哥交闪现，最后一个 Q 跟上冬兵币的输出，是把 Yuki 收掉。但这边的话，刘青松直接被卖了，狗子哥这边刷一次大招，还想追，大招这边卡了一下柱子，快和大招 W 的一个拉，把这边宝石的闪现又逼了出来。像回这边，鬼马是没有进化的，但维斯也没有大招。哎，这边有机会啊！公子哥，公子哥一个人闪的意思，公子哥打得过的。哇、哦，这波没闪现的公子哥差点把狂马给杀了，把狂马的双闪现又逼了出来。赖、哎、斯在这边被打了，了没有闪了，赖斯直接被秒了。宝石也是没有闪现的，哇，要留宝石吗？老爹这个阵型太差了，这边最后撒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呀。看这边巨魔靠过来了，小天是会先看到了。这两兄弟能打过公子哥吗？我觉得操作不了，操作不了，操作不了了，已经扫出来了，被看到了。拼啊的这里、哎、还好第一个 Q 没中，梅鲁斯闪现给大，这边小沙打也动大波可能、哎、这里反身拼啊的闪现交了出来，但是自己哎还是跑不掉，里面想拿一个大杀特杀，鬼马被粘住切过来了，而且直接被捅死，是一个单杀。王子的大招哦，这边是布隆的大招，大死夸马，夸马直接被秒掉，那这波可能被一波了呀。这边公子哥的大招继续刷新，来自这边开几个金身，最后等待他的是沙皇的一个 triple kill， 哎被一波了，这里甚至都不用打大龙。哇，感觉方布拉这种节奏的比赛把握的比老年好太多了。对，就这种慢慢磨，就是方布拉在他们这种沟通也好，决策抓机会。你看梅鲁斯闪现给大，我就是杀你皇子，你皇子只要阵亡，那你这波不管是大龙船还怎么样，你肯定是跟我接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动子哥从侧翼的切入，然后沙皇又把阿卡丽单杀。对，我觉得老干爹就比较怕到遇到这种节奏吧，就太慢慢拖的阵容了。啊、我最后复活的皮娜没机会了，还是那条小龙吧，我觉得那条小龙被吃的太伤了、就其实确实可以就看着哎 Hello 小天 Hello、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FunPlus 的打野天。好啊、先恭喜你们今天赢下了老干爹吧。我觉得今天特别是你跟这个 Pina 的一个野区对抗，哎，大家还蛮关注的。就在这场比赛之前，有没有关注一下就是 Pina 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有没有做一些的准备呢？在野区对抗上面，就看 Pina 最近就是比赛里打的都很凶，然后就是打的都很好，然后战绩都很好，就感觉其实是有点怕的。嗯，行吧，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这个。你也选择了这个盲僧和巨魔嘛，那我们都知道你最近哎，这个应该算是也是有皮肤的男人了，感觉现在的这个对于皮肤的这个设计啊，或者说对于这个英雄的这个皮肤有没有什么想推销的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冠军皮肤嘛，就很酷很帅就完事。很酷很帅啊，行吧，我觉得这其实我今天还以为要采访刘少呢，还准备了点问题，但是小天也是很聊到了这个冠军皮肤，我觉得方布拉的五个人还都是做的蛮良心的吧，很炫我感觉，而且在那种回神上面都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吧。哎，现在你们的积分榜也是来到了一个应该是超越了这个对手，现在是来到一个第二的位置上。现在如果说能保送到一个就是半决赛，因为我们积分榜的前二是有这个保送半决赛的嘛，那你们现在对于季后赛的一个准备，或者说对于这个常规赛最后的名次的一个目标是定在哪个位置呢？我希望我们就是不管常规赛第几名，我们最后的目标应该要打决赛。打决赛就是说一定要进到决赛，甚至追逐一个冠军吧。对，我觉得小天今天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吧，那再次恭喜你们，然后也是祝福方布拉在之后的这个常规赛季后赛加油吧。好，谢谢小天，拜拜拜拜拜拜。